大家好，朋友们，现在是下午的5:30，我们一家四口人，喂过了牛，然后在跟余生生回娘家的路上。我们好长时间没有晚上回了，因为我们这一直修桥嘛。然后前天我们是这个桥已经修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就是跟余生生回娘家这个路上的时间缩短了一大半儿。我们现在半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回去看一看。就我们面前的这个桥，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维修、重修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刚刚恢复交通，然后这已经接近1年半的时间了，刚刚修好。然后这1年半，我们每一次回娘家都要走高速，都要绕很远，1个多小时的车，现在半个小时。下面就是辽河。我们就硬生生被隔在辽河这边隔了1年多。到家了，到村里了，到家了。你管管你弟呀，你就跑了。妈，哎，你给你儿子整下来呀？这咋的了？这是啊。正印牛呢，印牛呢，啊，都完事儿了，都完事儿了，啊，啊，哎，哎呀，真好，我儿把家搬来了，真的。爸，真的咋的不？真的咋的？你跑啥呀？这老爷呀，啊？来吧，老爷歇一歇，来，来，都整完了，都整完了，衣服也都整完了，完事了，我完事出来的。那你俩还直接都办出来呀？那直接办整完得了。爸这也刚喂完牛，看看小牛们吧，这都到家两个多月，2个半月了。长得也还行，这小牛毛管也亮了，都恢复的挺好了，没问题了。我爸磨面呢。余生生买了点牛肉，包饺子。6点开始包，7点能吃上吗？能。行。喂，喂，你小外甥玩玩，夕阳。我今儿早上我家拽袋子，看我磕了。那咋的？咋能磕那样？里边没有。我家拽的袋子完事儿。别乖了。是那脚卡里头了，没出来。我身子一拧一歪歪，完事儿我就左边腿掉下去拐下去了，右边胳膊垂下了。还清楚点，来，给你打开，给你打开，姑娘。哎呀妈呀！有，还有点小肠，有点小肠，好，好。你妈也找醋去。妈也找醋去啊！山西人爱吃醋啊！那我儿子的醋吃可甚了。要吃哪个？有白醋啊！来，老爸，行吗？行。别让人吃不吃。儿子，白醋行不行啊？没有陈醋行不行？那玩意儿醋精焦酸，它能吃吗？行啊。我儿子聊酸就行。山西人爱吃菜，爱吃。好，好，好的。脸牙酸的，挺好吃。嗯，味挺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多吃点啊。我妈一天忙的没工包饺子。哪了呗？今天简单2个菜，炒的蒜毫，这边是小肠，青椒，然后我牛肉馅饺子。这段时间桥通了，我们回娘家就方便了，然后只要有时间就回来，给爸妈做点好吃的。因为我爸我妈平时有蔬菜大棚，有60头牛，然后也比较忙，也没时间做。今天我爸说了，是他吃饭最早的一天。要不往天都得8点多再吃饭，现在是7:10，我们已经开始吃上饭了。
老爸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，好吃，多吃点啊。老了。你也吃饱了？吃饱了。我一碗。老碗俺呢？来老碗。哎呀，那是牛肉包的。战斗力。哇、哎。那不是那什么。给老整整看咋的啊？哎呀，真好。我们已经吃过饭，已经收拾完了，然后现在已经是8点多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回家。我妈妈又蒸了一锅饺子，准备一会儿给我们带回去的，因为我爷爷奶奶没有吃着，我妈妈说了要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一锅饺子。然后一会儿起锅我们就能走了。你这咋的又洗上梨了呢？妈呀，刚吃完饭。江南也吃不进去了呀，那吃一肚饺子了。啊！你啪啪出的全。来，快吃这。酸都翻白眼了都！你要不能吃，你就赶紧跟你老吧，你可别整那怪样了啊！真酸啊！热气腾腾的大饺子呀！行，晾晾吧，再行，那你晾晾呗，要不塑料袋烫坏了。是啊，搁这晾呢。晾完了，妈呀！装点就够了，不用都装着嘛。嗯、啊，完事那啥，我奶奶吃不了多少。你奶奶拿点。这一个人吃不着，你都惦记着一天。还流油呢，大饺子，够了够了妈。回家再吃。你这回妈走了也没有工包了。等我俩这回桥通了，我俩有工就回来，回来给你们整点好吃的啥的，给你们改善啊。够了够了妈，还装啊？然后别塑料袋套一块堆啊。行。姥爷抱你啊。好长时间没来了，来姥姥一家一趟，高兴了，闺女。高兴。哈哈哈哈。差呀，差啥呀，差。哈哈。姥爷好不好，儿子？姥爷好不好，儿子？啊？好不好？不好啊。亲了啊！回家了，老爸。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